小花，上水果啊！快坐，快！少叔，多久没来阿姨家了？阿姨，最近公司忙着上电视台节目的事儿，所以忙得我焦头烂额的。对不起啊，以后我会多花时间来陪您的。哎呦，阿姨真不忍心看你辛苦。哪有啊？海悦新媒体是霍叔叔的产业，我要帮霍斌把它做好嘛。 真是难为你一片苦心了。毕竟你还没有嫁过来。阿姨，只要能帮上霍斌的，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其实啊，你没必要那么辛苦。现在海悦新媒体的业务越来越稳定了，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让这两兄弟合在一起一块干呢？阿姨，这个事儿我早就考虑过了，只是有个事情，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。 说呀，有什么不应该说的？快说。你可别告诉霍斌啊！傻丫头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神秘啊？这个就是一直我不愿意和花直播合作的原因。阿姨，你可别生我的气啊！ 我不生你的气。其实我做这一切都是想帮助霍斌。我知道。哎呀，不谈这事儿了。对了，过两天你就过生日了，你打算怎么过？阿姨，您太有心了。嗯，我能不能跟霍斌一起过？当然可以呀。太好了。 霍斌醒了，丹飞来了。妈，我想要出去一下。丹飞刚来你就出去啊？妈，我真的有事儿。你有什么事儿？我陪你去吧。哦，不用了，你在家陪我妈说话吧。来吧，喝茶吧。 他多喜欢你啊，真可爱，太可爱了。丹丹，你喜不喜欢我啊？乖啊，乖。冷冽的飘絮，无处藏匿，下不完的雨，就像爱哭的你。 可我给不了你的幸福，希望哥哥能给你。所有的快乐都来自你。如果我难过，也都是因为你。跌跌撞撞寻觅，我相信你从未离去。你的欢笑，你的委屈。 牵动着我每分情绪，流淌的浓烈是你的真情，抚住了我孤单的心。是你，世界上无可替代的你，是你，让我抛弃一切向你狂奔去。不能没你。你好，先生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吗？ 哪怕全部都是失去玫瑰，不好意思，这里的小狗只能认领，不能买卖。那我认养它可以吗？好的，先生。不过它现在正在观察期，您先登记一下您的联系方式。好，那在观察期的时候，我可以来看它。可以，可以。 先生，你很喜欢他吗？是啊，我很喜欢他。那这样吧，先生，您抱抱他。好啊，来，哎，来，乖，来，哦，哎，好，来，哎呀，呆呆。
呆呆，你怎么这么可爱啊？啊，你一点都不像呆呆，你挺活泼的。你为什么叫呆呆？是不是可儿给你取的名字？好羡慕你啊，可以被可儿抱着。